速到达。哇哦，难得的高空作业。阿健，我们要赶紧修好气象珠，不然多拉岛今天就没阳光了。放心，这点小问题不就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搞定。喂喂，小青，你现在重新启动气象珠。没问题。气象珠已经在发射人造太阳光源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又能去享受阳光浴了。感谢你们火火龙守卫队。不用客气，杨伯伯，我们乐意帮助大家。智商250的我能够做出所有的发明，但唯独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阳光，为什么这个世界就不能永远是阴天呢？对吧，我的小猴子们？小猴子，香蕉兵团，你们在哪里呀？阳光、沙滩、香蕉，这就是人生。哦，不对，美好的猴生。还在做梦呢，快给我起来干活。谁偷袭我？看我不教训。这就不是你饿不饿啊？幸福能量收集多少了？我还没看过。拿来吧你。还不错，这些幸福能量也够我用的了。难道研究发生意外了？葛秋秋博士还在里面啊！不行，我得进去救他。这个机器人也太霸气了吧！它是我最新研发的毁灭金刚号。超级全能的战斗机器人，呵呵，就算猴后龙守卫队全员联手都打不过他。我真是爱死他了，这个金属质感真是让我陶醉呀。侯宝莲，把气象珠抢走，然后去多拉岛尽情捣蛋吧。去没问题，我会让居民们都哭鼻子的。啾啾，让我试试毁灭金刚号的威力吧！香蕉红宝莲出发！红宝莲，你不带我们玩是不对的，你快回来啊！幸福能量枪，啾啾！幸福能量收集完成，让我看看变异后的气象珠有什么好玩的。哇，竟然可以制造恶劣天气，配合我的金刚号真是太适合不过了。天气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得赶紧呼叫火火龙守卫队了。彤彤，查出来乌云的成因了吗？这些乌云不是自然形成的，更像是人为制造出来的。火火龙守卫队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香蕉兵团利用气象珠制造出乌云，让多拉岛的气候反常了。请放心，我们马上就来。火火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火火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雷暴装甲启动，快计划四年在眼前，天能够闪电不怕困难重重艰险。
金。闪电龙战机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多龙变野猪，终不会为了幸福出演。大家快跟上，不然就找不到好位置了。你们等等我。胖胖，你们在干嘛？有人说气象塔那边出现日全食了，我们都赶过去看呢。哼，根本就没有日全食，叽叽。但是我可以送你们一份闪电风暴。闪电呐，风暴啊，让人们恐惧大自然的威力吧。龙机甲形态转换，飞天龙战甲，谢谢你，闪电，你真是太酷了。小静，我们该行动了。好的，闪电，你擅长空战，就由你夺回气象珠，让我们大干一场吧。我们一起去救援群众。嗯，还有我呢，我来为大家提供居民们所在的位置吧。龙机甲形态转换。泡泡放射，泡泡能保护大家安全落地。我最怕打雷了。别害怕，红红龙守卫队来救援了。太重了，放大枪发射。救命啊，我还想再开一场演唱会。暴龙枪发射。哈哈，别崇拜我哟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闪电加速，飞天龙爪，不见了，还是隐形了。晶晶，你猜错了，闪电，是我的金刚号比你更快，吃我一记大力金刚腿。我的速度竟然跟不上他。我接住了。高兴得太早了，奖励你一套金刚流星拳。呀，用香蕉激光彻底摧毁闪电吧。鸡鸡，你在教我做事。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鸡鸡，我要慢慢的蹂躏闪电，摧毁他的信念。侯宝莲，你好坏哟。不愧是我们的队长，鸡鸡。小鸡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灾区的群众非常多，我们的救援工作还要加紧。你那边呢？很顺利，很快就能拿回气象珠。好的，闪电，我们先去救援了。赌上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守护这座多拉岛，守护每一个人。飞天龙战甲，我们冲啊！哼，
我知道，但我压根没想过赢，我只是想拿回气象珠而已。极速引擎，动力全开。